全是在贵州长的。因为贵州是洋芋大国，我作为洋芋公主，必须把贵州的所有洋芋小吃吃个遍。嗯，好吃。看到折耳根怪鹿洋芋。哇，我本来以为它很大，它没味道，但我让它味道给我重一点。我冤枉。给大家吃个折耳根。洋芋公主加折耳根公主，虾装火锅，我们去吃虾装火锅。哎，好嘞。这个是不说，我之前吃的蛋包洋芋吃的不是很多，因为它加了洋芋片，里面没有洋芋。现在这家蛋包洋芋，谢谢。终于找到了一家有空调的虾酸牛肉，就是一种臭臭酸酸的味道。喂，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好吃。一分钟不到就上上来了，哇，一股酸酸的味道，太酸了啊！这个牛肉是一条一条的，亲啊，早点，肥肠，早点，肉魔芋，早点，豆腐，早点，牛肉，早点，毛肚，早点，嗯。还是下饭好吃，来吃肉锅啦！哇哦，还没熟呢。吗？嗯，好吃。哇，冰箱里面加了糯米，然后还有芒果冰块，一起打碎。哈哈哈！折耳根，香水柠檬茶，好喝。喝完就是贵州人。这家就是这一家巨小巷，真的是特别的好吃。嗯，我来加个淡水吃一下，自己调的秘制淡水。嗯，香，很香哎，香哎。好，好，好烫。别问了，贵州我还长胖20斤，但是白花花的肉啊，全是在贵州长。白花花的肉啊。